欢迎大家今天来。那这是我们第43次的黑客松，因为第一次的黑客松是第0次。所以那这边就是下一位讲者的话，其实也是台湾人，也在国外，然后但是讲一位讲者有点不太一样的地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有人先放着。哦，有人放着。好，所以是第43次的黑客松。那这次大家知道，就是我们那个疫情有点让人紧张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在会议室里面要请大家都戴着口罩。那我们还是有提供食物，但是在食物就是拿取食物之前，我们希望会有人帮忙大家就是做手部的消毒。那也希望大家尽量遵守就是疫情的一些规范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提案。我先自我介绍，我是 Isabel。我是啾嗦团现在的轮值的团长。那啾嗦团就是主办这两双月一次大松的工作小组。那我们今天的提案总共有16个。然后第一个提案是之后要提案，这个提案主题叫做 Power by G0B， 其实是大概30分钟前才决定要提案的，是吧？那就请之后来。没有人继续。哦，没有人计时，知道吧？那我自己计。陈三一耳计时。那个计时器。而且我这个超短，左边可以很轻松的把它讲完。左边往下拉就行。